入行22年的 Twins 正式宣布，明年初会在红馆合体开 show， 亦是他们相隔8年再搭红馆舞台。两人早前为演唱会拍摄海报，以大红造型亮相，大摆互咬搞笑动作。不过中途当阿娇爬到阿 sa 背脊的时候，就突然发生了一件惊险事啊！頭先你失平衡，阿嬌有冇事？冇事，嚇鬼死啊！頭先真係。你哋咁多年咧，點樣認為 team spirit 係乜嘢嘢啊 ？Team spirit 就係大家一齊坐埋同一條船咯。無論順境逆境，都係一齊咯。係啊，咪就係永不放手咯。跌低都就係一起跌低咯，頭先講。係啦，開心一起開心，唔開心一起唔開心。係啦，阿 sa 曾經因為聲帶受傷，一度暫停唱歌，近年亦深受聲帶嘅問題困擾，唔知佢而家完全康復未咧？其實都擔心㗎，係啊，係咯，唔使擔心。我都有啲唔使擔心，係咯，我諗應該 OK 嘅。演唱會有咩準備功夫啊？咁諗住 keep fit 啊？有冇啲咩養生課喺演唱會之前要做嘅嘢啊？今次個演唱會又揾咗好多，即係除咗舊嘅班底啦，仲有一啲新嘅班底、新嘅人一齊合作嘅。咁希望今次會好精彩，係同埋會有少少唔一樣嘅感覺咯。今次應該會好辛苦，但係我覺得會辛苦得嚟會好開心。係。